站起来，路标请出场。好了，请出场，驾前八将。将军，以及咱中方是咱的引路同志。看到咱的金龙公主，是咱的小朋友，让菩萨高人子出来。还有曲势吼，波斯大人哦吼，这曲势波斯大人来听哦。啊，拜托在咱听到后边面的吼，啊，咱的八将团，啊，咱的甲副将军，啊，咱登州，啊，需要多同感哦。同志，啊，手提就是提着咱的葫芦，哦，提着咱的葫芦。好了，咱不讲，毛来分着咱的绑架青山红，以及咱武英派。好，咱现在看到这是咱的布衣牌，布衣牌那条啊，上面看一挂动作，会看光柔啊，吼，并用。好，受咱的火枪，以及咱的火牌，哦，电棒、火头针、钉钉，啊，咱的种种的刑具。啊，就是咱泸州。清信堂是咱当地啊，嘛是最有名的，咱的八将团啊吼。来，拜托来退后啦吼。好，咱的镜头的表演，哦，需要一块空间，拜托一下。咱有空间出来吼，镜头表演，啊，咱来看到好的一个镜头呈现上完美，啊，咱今日上精彩的部分，啊，就是咱的立标。八将啊是八名，其实是九名啦吼。八将是为着咱八名的将军啊带领，伊着咱引路同志来做一个带领啦吼。咱的引路同志手持葫芦，啊办好手持宝剑的，啊一般啊就是咧将军啊咱八将啊骹步，以及咱的登招
啊，尊重拜庙，都是为了咱引路同主，你发号施令。啊，甲咱北家庄看到咱的兴古爷，啊，同款雷同，但是咱的兴古爷，哦，咱的兴古爷，哎，装扮会甲咱的引路同主装扮无同款啦吼。啊，北庄头咧看到就是咱观众秀，会甲同款就是咱跳三步站，哦，三步站。退开哦，退开。好，咱的灰白照过一个吼，灰白往左，灰白往左，咱的各种往前。